今天我要隔着空气把这张纸巾给它点着。好，为了确保我没有碰到它，现在我拿个夹子把这张纸巾给它夹起来。好了，现在呢隔着空气用意念去把它点着，仔细看。瞬间点燃掉了。好的，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？点个赞，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制作过程。首先准备一根绳子、夹子，还有一个电子点火器。把这个电子点火器的中心部件给它拆下来，再把这两根导线给它接长一点，主部件的位置给它加强一下绝缘，测试一下功能是正常的。把这根绳子的芯给它去掉，留下外皮，把两根延长的导线穿到这根绳子的中心里面去，电源从这里出来，伪装成一根普通的绳子，经过绳子绑在这个夹子上，电线在这个位置，后面这一段是一个伪装，经过测试功能是正常的，在末端的位置也加上一小段来伪装一下，最后找来一张魔术专用的火焰纸来测试一下。这种纸的特点就是点燃之后灰飞烟灭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把它夹到这个夹子里面去，然后启动开关测试一下。仔细看，把机关点起来，火焰纸瞬间消失，这个魔术你看明白了吗？